婚了，我有一个女儿这么幸福啊，哦，那本来她以为说跟我就一生这样在一起就好了，哦，结果我居然跑去结婚了，那什么，那她觉得她一个不行，所以她跟我提出抗议说她也要结婚，哦，人可以结婚，乐器为什么不能结婚？哦，这个是一个另类的思考。那不过要帮乐器找新娘这个任务是非常难的哦。我真的找了全台湾最有办法的人，后来想想，还是我们的强哥的身份最有办法。你看他又是强哥，又是水果奶奶，又是各种的，而且他对于小朋友、大朋友都有办法。所以我就拜托赵志强来担任这个任务哦。那其实这个消息宣布出去以后，很快的，很多乐器都来报名了。可是我们跟奥斯卡一样，我们有入围的。目前就入围了五位，跟奥斯卡一样都是五位哈。那入围的第一位就是辣妹。那我们不是就常常讲夫妻脸嘛，对不对？那长得，有的人是结婚久了以后就夫妻脸，有的人是还没结婚一看就是夫妻脸。那他这次有一个候选人就是那种夫妻脸的，跟他长得很像，只是比他娇小一点点，而且还是辣妹，声音很尖锐，还有声音有时候又很嗲。